连三次，不论是几天还是自己，他都可以点到。好扯，好扯，诚实的女人，白痴，超夸张。那你知道杰克怎么被抓到的吗？怎么被抓？他得失心太不重了。他领了一大堆钱吧，然后一死掉，也没有反应，都不出声。没有，我想说炸弹哪边？没，我说哎，杰克，你后面有炸弹，然后死掉。然后我关掉商店了，你就没反应啊？哦、我就说哎，我想投杰克哎、欸，我就直接讲了。佛系玩法，佛系有佛系，好哦。啊、死掉啊，没差啦，啊，输赢没差啦。嗯，儿子。有人说小雨是不是故意点自己，让自己的那个点名的胜率维持百分百？哎呦，好聪明！我刚是开 tab 点的，可是从 tab 上面噔噔，然后跳过巧克力，然后噔，然后跳过哈吉，然后又点回去，这样维持百分百的点名胜率啊！糟糕了，点到自己了。哎呀，点到自己，我在想说，点到自己了耶。重点是你干嘛要老实讲啊？对啊，拿诚实。一瞬间想，好吧，算了，点到自己了。绝对诚实的好孩子。哎、啊，你点到自己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这样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我哎、欸。我欸、然后我就马上说投他，一定是他。然后就六十秒就过了，超快。六十秒就过，超快。超好笑。嗯，那不是说从头到尾是盯着小雨吗？好，让观众来。观众长，观众长，长长长长长。走另一边过去。长长长长长。咦、欸，不是这里走错路了？啊？进来，进来。杰克哦。怎样？怎么了？射其他人射那么不准，还帮团团打回家啊？射我就射这么准。你知道我在说是乱射吗？反正无限是乱射，一直把团团往前打，把你打走，这就是间谍啊！万一怎么觉得团团跑得掉呢？而且我还拿击退二，你看，可以哈哈，这击退就是你知道你知道今天可以练到最终章哦。太快不行啊，现在才哪会太快哎、欸、昨天你练的那一只，我昨天跟着你一起从那一只一等的，我已经五十几等了、欸、然后今天又删掉了。为什么今天又删掉了？今天又删掉了，练到想说嗯好吧，我玩不习惯，他记得玩法玩不习惯，你都切切切流啊，野性打击。那我开场的时候玻璃赛跑吗？我其实看不懂这是什么、啊，我也不懂。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大师？大师是什么？嗯，等一下我再复制。哈？嗯？大师说等一下，你不要紧张。对，大师说了我们都要听。这是佛系跑法。啊？不用跑就会过了吗？站在原地，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开门说：“哎、欸，开始了。”在复制什么？我要加班了。那这个矿车的用意是？要问刚刚，刚刚放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可以把它锁掉。你要坐上去之后就下一定可以坐吗？下来就摔啦。哎、啊欸，可以、欸啊。没啦，就坐上去下来稳、欸、死的。卡住了，没有铁轨啦。哎、欸，他没有死。然后再一次，要死要死。二十二。不然这次就开船好了啦。哇，这直接待在上面呢、欸！哎、欸，又被推下去了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 Julie Pig 哎 ，Julie Pig 变 SB Pig 了，真的哎、欸！某战队怎么办？什么？哇塞，更凶 ！SB 哎、啊，傻逼 Julie Pig， 傻凶的、欸！哇，傻逼 Julie Pig， 天哪！难怪 Julie 不愿意跟我们玩游。哦，这船摇下去吗？阿内姆汤啊，下去了。那我们这场来玩玩刚刚最喜欢的中烟大陆，耶、yeah, ！我被霸凌过。禁止弓箭。哦，好像没有在玩这关禁止弓箭过。哦，谁、嗯、那么贪心把船都拿光光啊？一人一艘啊？哦，前面。
所以只能坐船滑过来吗？盖个空桥要打就只能用炸弹，不然就用砍的。嗯。怎么还没开放啊？他们能够放船吗？我不知道哈基在干嘛。哈基一直说他哈基还在排队啊。嗯啊。你说要复制啊？一人拿一勺，一人拿一勺。你要复制什么、啊？你没有下去开放吗？干嘛？开放你们继续弄啊，你们继续盖啊。可是还没有叠完、欸。直接下去了。不开船、啊，原本要做什么、啊？没有，就让他们就一直跑，一直跑而已了。哦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哦，我刚刚就想说，你不知道干嘛在等你。然后我也在等你啊，哎呀，放船啊！来，缺船的谁都有啊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为什么、欸、我放很多了，知道为什么？坐船？他自己带女朋友 ？What？ 那个人眼睛很漂亮。哈基走，哈基走。跟着哈基。哎，两个哎、欸。哎，碎啦！被逃过了，可恶。哈基，你在干嘛？嗯啊，就是很简单的走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巧克力。这样。还有一个。我知道。两个呢？是另外一个呢。可爱哦，你说可爱的眼睛跟黑黑的眼睛吗？对啊，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哈基的女朋友？不是，你看他眼睛很可爱、欸。掉下去了。可以。可爱的妹子很适合你，是这个意思。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船怎么反的？那个捷径呢？哎、欸，哎呦，不好走。这样会很坏。对不？还好，还蛮简单的。我觉得看那两个人觉得很好笑、哦。这个感觉好难啊！哎呦，掉下去。很简单，你跟这个跑酷完成了、啊、，OK 啊？你要慢慢走呢，还是要绕捷径呢？都可以啊。但是跳捷径、这个跑酷比较难的地方在这里啦，这边就最后这一边，剩下都还蛮 OK 的。繁星这个他哦，好像可以。我想说他刚刚上不来，还好啊。这边应该很简单吧？还是你掉下去了？等下你骗到他？没有，他自己放的。但是他自己放的、欸，他自己觉得我要不要再加一片啊？然后重点是，他把人家的床全部拿走，一片超坏也不会掉，这样撞到也不会掉，所以没差。全部都是船啊，打不掉，船打不掉好了嘛。白痴啊，对啊，直接坐在上面就好了。哇！小雨接过，放过去，小雨接过，放不上去。放不上去了啊！好，最后这边啊，有人把船开走了。最后的终点啊！根本故意的吧？就可以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这就是最早以前的电梯。我让你们一直往上按。对啊，晚上会有电就好。工作台，我要体验你们我的感受。坐啊，你们坐进来啊，坐啊，你进来。你要生存啊！到啊，好黑哦！你要生存啊！哎、欸，对，等一下，你是那个吗？因为取经那时候吗？哎、欸，对。然后团长还卡在外面，我卡住了。太棒了！掉船太多了，船消不掉啊！让它掉虚空吧。这一艘船的方向是反的，然后他们超卡。欸故意的吗？要点错烧又回头了。对，点错烧又回头。我可以去一下厕所吗？不行，可以。啊，不行，好，不行。三秒钟就回来了啦。你是男生哦？哦，是。可以啊。男生三秒也很快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去了吗？我马上就回来的。好，倒数喽。去吧。哎、欸，太快了！三二一！别闹！不要再传了，一堆传。嗯，这还有人没进去、啊。换过来，应该还有吧？好多船要逐渐消失喽！有办法、哦，这么厉害？手动。好啊，有办法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。对啊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你要打很帅的指令，很猛的指令。
在你那边弄掉，没有办法走过去那个。等一下，他们来排队进去，还硬要坐船呢、欸，他们。真来进去啦！真手要进去直接打掉。这也太坏了吧！有了吧，有了，有了，不是、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把就打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一踩下去就摔下去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哎、欸，有人的 skin 是直接用麦块的僵尸 skin 哎、欸，天哪！哎呦，还有用麦块的西瓜 skin 哎、欸，这会被吓到吧？真的僵尸哎、欸欸，好猛哦、喔！活尸啊，真的超僵尸啊，超僵尸，然后还会发光，有没有？就是活尸了。不行啊，好恐怖哦！你想说挖一挖挖到僵尸哇？对啊，这里挖一挖挖到西瓜还要可怕，僵尸 boy， 他们真的有西瓜、啊，对啊，有我有看到我有看到，以前好了没？等你等好久，我早就回来呀、啊。有没有洗手？哦，真的三秒，有没有擦干净？有没有就有，有没有甩三下？他没有冲马桶，你有甩三下、哦？有。甩三下，甩三下，甩三下，什么鬼？甩手啊，干嘛？好好好好好，来啦！中原大陆没有弓箭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哎呦，谁是国王？阿基，不是，哎，是我，侯爷布拉哥，输了，输了，不能偷跑，哎呀呀，不行啊，我跑不起来，为什么？我只跑一两步就没了。一张空白键，我刚一开始可以，后来就不行了。我就蹲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继续。团团哦，啊？那怎么要急？哎呦，你们今天干什么了？打副本啦、啊，要一起呀、啊！下去，你给我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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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啊！来呀、啊！你就一起下去啊！你们都不要走啊！你就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别太深，别太深！小雨，小雨，我们急，我们急，给我走啊！走多少？到底多深啊？干嘛太深了吧？这边我在五十而已，超上面。我们已经在二十一了。你要继续往下挖吗？太深了！太深了！我想说还没下去，我直接下去。再来啊！哎、欸，白痴、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人要从这里跳下来？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我默默在挖，杠杠的洞啊！啊！我要走这里啦，这里比较好。八块。阿西，还是差一块。哎、啊，巧克力这边有一个。哦。OK 了，十块，十块。队友都在互相伤害啊！有没有干嘛？有没有石头？队友在互相坠落。我这边有，这边有。你在哪儿？我在，我上去。我在口业 block 附近，我看到你了。对。你有看到我？在哪？你刚回去刚刚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有看到？哇，白痴！啊，有啊，怎么了？路口有毛病吗？是不是出？是不是路口有个洞啊？中陷阱！白痴！中陷阱！哇塞，小雨是很开心吗？好笑！这场才是欢乐赛啊！白痴！哎、欸，我摔死！我现在我要再死一次啊！气死了！有毛病啊！到处都是危险啊！你往死！鹅卵石给我，鹅卵石给我，鹅卵石给我！什么东西？鹅卵石？怎么了？给我就对了。有没有？他要去叠啊！你要给他、啊。我去挖中间，给了，挖不挖得到？没有。没有方块跳得过去吗？好像可以哦。有事，我可以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我的该如何上去、啊？干嘛 ？It's me. It's me. 哦，差点就要挖出人家了。哦，你们是直接垫上去哦？不然嘞，你要怎么上来？有、嗯、一个奴隶。有其他都可以上来吗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只有让你一命呜呼哀哉的地方。哎、欸。还在这边上去，好，谢谢。不会，我要去他们家爽了。我们家都是陷阱，都是
直坑出口这两个洞，帮我把它补起来。殊不知，其实他们也是这样，大家都是，大家都直接甩巧克力过去，对面就哇，哎怎么啊，就哇掉下去了，不玩了，气呼呼。结果大家想法都是一样的，嗯，是会没有，他们都阶梯往下，多舒服。阶梯往下，然后等一下下一个就哇，阶梯往下，然后有一个空的掉下去，还没有，直接一个空的掉虚空。那个小巧克听到了，直达电梯，有听到了，小巧克听到了，对啊，之后你们的矿坑只能记得你们的矿坑了，对。他怎么弯了？记得你们矿坑都弯个洞啊！他真的那个西瓜真的是背上写着哈记耶。对啊，他一面是哈，一面是哈，一面是记。我可以直接打指令吗？斜线 Q 吗？可能不是 K 开头，是 B 开头的。被掉了，直接被。超级。嘿、hey, ，哈基，欢迎回来。那我要怎么称呼他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杰克，你刚挖的路跑去哪了？这里啊、欸？怎么办啊？我挖直坑挖到黄金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人来我们家了啦！敌队来我们家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要故意。